几个，你放心，饕餮坊绝对不会在我手中中箭。我只知天道，不管人心。崽子们，看小爷玩死你们！庶子才疏，不足与谋。这终将是我的天下。陛下，老奴一定会迎您回宫。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报仇雪恨什么的，总归是男人的事情。这皇位让想做的人去做比较好。